岑冠廷长相甜美，人气超高。三摄自岑冠廷脸书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岑冠廷长相甜美，身材火辣，因出演多部知名本土剧而被封为本土剧女神，人气超高的她也常在脸书与粉丝分享生活。今日她 PO 出一张穿着美丽礼服的辣照，点赞一票网友。岑冠廷的爆乳打扮被网友狂赞，翻摄自岑冠廷脸书。岑冠廷平时便常 PO 出日常穿搭与网友分享，他总是不吝于秀出修长美腿，但上半身却相对保守。今日他身穿一袭白色长纱礼服，衣服上还绣有花纹，增添了一丝典雅气息。而最大的亮点在于胸前的深 V 设计，露出深深事业线，浑圆美乳挡也挡不住，搭配他略带迷蒙的表情，更显得性感撩人。但岑冠廷本人似乎也不太习惯穿这样的衣服，还询问粉丝这样穿会不会太隆重了一点。网友回答，虽然不像他的穿衣风格，但还是相当美。更开玩笑说，网友最想暗杀的人第一名就是岑冠廷的男朋友，让他笑回会不会太夸张。岑冠廷时常秀出修长美腿，翻摄自岑冠廷脸书。